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好，决战北风北，哎呦，这个今天从败部又打上来了，这是我们的卫冕者，那是你要胡两把，它是我们的种子，所以呢，你只要胡了一把就好，就直接是26800，跟我决战北风北，你赢了是21800，来，你来开门，来加油，加油加油，三，决战北风北，看双方的牌，翻开一本，好，复活的术语。加油！来吃饭。一把定江山还是两把？阿童不知道。8万，吃一个。有一个。九条。9万。万。哎，靠桌。8条，吃一个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好。想清楚。1万，吃进来。1万，3万，1万再一个，2条，哦，又吃起来了。8平，8万，怎么这样子？1万，还有杯子，对不起啊，你的脑子冻坏了，冻坏了，冻坏了，认真思考。靠我吗？对啊，打了1饼啊。9万，都是一样的。二头，慢一点，不要急。啊，深呼吸。8条，8条，6头。3桶，7万，跟7万，我想一下，看一下哦。不知道打什么。这个麻将。7条。9桶，9条，有9桶，9桶，6桶。我看过最烂的两个决战名。7桶，到了吗？嘉宾想到是没准备的，很厉害。你那个，那也好可惜哦。我刚刚空白，你少了一个吗？这样啊。我刚刚要转什么啊？哦，随便打。147哦，我刚抓不出来哎。
哦，你这边七早八早，那一万根本是打一直打。对啊，你每次都没看到你最旁边的这个三饼，故意三饼，故意在那边干嘛？没看到。三五五八九九饼，然后呢，二一二二三四五万，摸那个一万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啊，那也对。他都走了就走了，没事没事，他还好了，五了。你有两把的机会啊，所以恭喜苏雨啊。一把，要功亏一篑哈。来，下一把。好，决战北风北啊，这个你是种子，要加油。你还有一把的机会，加油。他一胡了一把，啊，不要打到最后变成被人家干，我再干两把干掉。来，你庄家苏雨，开门，加油。四点，决战北风北的第二把。决战点，看两张的牌。庄家舒雨，一分。出赛。大饼。不要急，动作慢一点。干一个大饼。一万。八桶。小鸡，二桶，再一张，四桶，四桶，跟打。四万，碰一张，七条，二万，六万，六万，六万，慢一点。五万，五万，五万，哇！二饼，三桶，五万一把，自摸。魔火是你自己打坏的，来。哇！你很厉害，很棒，漂亮，我。复活了，复活了。魔火是你自己打坏的。嗯。为什么？啊，他这个二四。打了一些饼的。二四，他八饼，七早八早就把那八饼打掉了。哦。啊。对。然后呢，这边五万，五五六，这么好上的牌，去打这种牌。他把四没有，他是四五了，没有，他是四五五。对，四五五。他的牌活活打坏了，没有办法。哎呀，恭喜了，输了。两万一千八，最后的跟我决战的公主，您的一分，哎，可怜可怜。哎，这牌有时候太急了，打麻将嘛，要急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啊，越急越慌越乱。来喽，两万一千八。不要再让我对不起你，苏雨加油啊！好，开门。真的很冷哎。十一，这边是十四，这边十三，啊。好，现在因为非常的认真，所以我们大家不能出声音。好。你装一下。决战北风北，两万一千八，挑战第一次的卫冕林书宇，来看他的牌，书宇加油，加油，书宇，来，随便了哈，哎，加油了，加油了，不能随便了，不需要，来，需要啊，不是，哪个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不是我说不需要，就让你赢，啊，不要帮我加油，我以为你想要轻松一点，哎呀，你真的是，这样子很难过，小人之心，一饼，我哪个是君子呢？哎呀。饼
二饼再给你五饼。给你。哦。嗯。那我就也跟着五饼好了。哎，薯条，阿条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吃出来再吃进来吃，不要急啊！个性怎么那么急呀？哎呀，一紧张就急。我不算很急的人，你们比我更急呀！嗯，紧张啊！九万，够一个哇！慢慢的吃。今天打到这样子的话，你再打不上来你就一万，一直放水啊！哥。我这一生怎么可能放水？七条，嗯，你就，阿饼，哎呀，九饼，没事，没关系的，可以的，金箍不能金箍，小鸟鸟，碰，哪个碰？哪个碰鸟鸟？太烂，还太烂，那就让我赢吧。先走这一卦，舍不得，舍不得，那不要舍不得奶哥，那饼子都不要，说不定就有七饼。抓牌一万。冰冰，一个八饼，来七饼，五条。好懂哦。四条，这怎么这么多这些啊？六饼，等六饼，嗯，饼料来了。六条，哥你太认真了，太认真了，好，这是竞争玩吗？四万，打怪牌，打怪牌，又吃啊？那我吃一下，他就是怪人啊！你这样子，你怎么这样说？哪个不要碰？五饼都可以自摸了。五万。嗯。五条。四条。哪个？怎么办？八条。哇塞！二条，碰。这什么事？哎，没牌打了。你自己放给他的了。碰碰，奶哥真的跟弟一样。奶哥很夸张，他真的很夸张。啊！得牌，不要，还没拍到。他转了，我要扭转那个。对，他转啊，一次也没了，他转，一次没了。哎，但一还碰掉了。对。哇，没有了。你自己给他的。哦。五条没有，还是剩一四条。我就想说，四条。好，我们重来，好了。好。重来。这边厉害。哎，起来了。打麻将，是不是？啊，要用心打，用心打，很厉害。奶哥铭记在心，下一次好不好？如果你未免，我过你水，很棒，好，好不好？啊，过一次水可以过一次水，自摸不算。接下来你放炮，我不要过一次水，是还要打一个败部复活，的确难，好吗？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挑战吧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